周末到了哦，爸爸今天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哪里呀？跟我出发。噔噔噔噔，到了。这就是爸爸要带你来的古维多春日小农场。古维多举办这次小农场的活动，主要是为了倡导自然教育的理念。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宅在家里玩玩手机或者 iPad， 接触大自然的时间太少了。这个活动是把农场搬进城市，就希望小朋友能够迈出家门，感受大自然，提倡孩子和植物一样的自然成长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珍贵。今天行程又是套圈，又是拔萝卜，又是插秧的，还和古宝一家一起享受了农场生活，集满了所有的贴纸，也拿到了礼物。整个一天下来，能够感受到行程真的非常的开心。我们做家长的，看到孩子能够这么积极的做游戏，这么的快乐，也是感到由衷的开心啊。而且我们还带着行程尝到了很多古维多双一万稻米油做出来的美食。古维多稻米油萃取自新鲜炒米的饼皮和米胚，被誉为天赐的营养源。它富含非常多的谷维素，宝宝在日常生活中补充的谷维素是必不可少的，不仅能够提升宝宝的身体肌肉耐力，调节内分泌平衡，还能助力宝宝的学习，让孩子不焦虑，学得好。而且它的烟点高，烟油少，能让给宝宝做饭的妈妈更美丽。对了，现在打开谷谷 APP 还可以直接购买谷维多双一万稻米油，为孩子提供全面的营养，大胆用，放心用。美好的一天结束啦，行程玩得非常的开心，收获也是满满，很期待下次和古维多的再次相遇。